无论是都市还是庄卡，无论是老街还是偏乡地区，只要需要，铁皮马都愿意行到。咱们铁皮马来到日月乡的大东川，虽然当地无寺庙，但是铁皮马也是愿意行到，并且住家在当地。太平马照经罗山道，收到真侪信徒所奉献金牌。不过自家地点却只是临时红单，因此当地警方也特别来护持太平马，守护太平马。九鼎金牌，唔那是有客的金马，更加是对马做信心和敬意。太平马经过这么侪天的训练了后，分工当署长余文正也特别感谢警方这么用心守护马祖，协助游警队伍交通安全。到今活动拢坐坐信徒来个兴旺啊，兴旺金牌啊呢。啊，咱今年收到要出巡前已经收将近两三百块金牌啊。啊，咱啊而且感谢西林警方，咱游车所啊个西林所啊敢支援哦，啊来暗时啊敢到各户维护这游来的所有这物件的安全。经过一遍休困，吉林港队伍又再次出发。今日太平马已经来到日轮乡交警，信徒信心和感情完全无改变，对马祖信仰是愈来愈坚定。记者李明安采访报道。